2017台北市大运即将到来，执委会公布开幕表演阵容，除了歌手王力宏、阿令接力演唱之外，三段表演包括活力岛屿、汇聚台北、世界部落，将呈现台湾缤纷十足的在地多元文化。我们几乎集结了台湾目前在每一个表演领域的精英，包括流行的歌手。那整个节目的主轴定位在以论述整个台湾的发展的样貌，以及台北在这几年的发展的形式提升出来的一个层次跟内容。那最后呢，我们会进入一个表达世界部落跟台湾以这么重要的基地跟世界连结的方式。工作人员忙着布置开幕舞台，希望呈现最完美的一面，让世界看见台湾。执委会也同步公布售票资讯，开幕门票价格分别是3500、2800，闭幕门票则是2000、1500，其中开幕800元，闭幕500元，数量约占80%。希望各界都能欣赏到国际级的精彩表演。赛事的部分，我们只有两个票价，一个是200，一个300，决算是为300，其他大致上都是维持在200。而且我们赛事呢，鼓励大家能够进场来看。我们赛事的票务呢，还有早鸟票，还有特定身份的一个优惠票，所以我呼吁所有朋友呢，来支持世大运。预计汇聚超过150国近万名运动明星同场竞技，主办单位欢迎民众踊跃购票进场，一起欣赏台湾文化软实力，为选手们加油打气。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尤翔廷采访报道。